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开心网友鼓手胡雨桐，现在我在总台2022网络春晚开心聊天室。那这里呢有三个文件夹，然后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些问题，我会抽取一个和大家聊一聊。那我抽这个吧。问题是2022年已有计划中你最期待哪一个？我当然是期待可以在演出的现场和大家见面，为大家打鼓。今天最期待的节目是，那当然是最期待我们的节目了。除了我架子鼓打唱之外，好像最后又给我安排了一点点的舞蹈动作，还好不是很难。好，来了最后一个，满分100分，给你的2021打一个分吧。21分吧，因为等我活到100岁的时候，我就有100分了，每年进步一分。哎，等一下，100岁的时候100分，21分，我今年28。算了，不要再一直写。开心肯定是字面的话，谐音是开心嘛，对，但是它其实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一个。开创一些新的篇章或者是新的创新，我是喜欢对于明天有不同的期待的人，所以我是一个开心的人。也许开心也意味着成长吧，也是我对于自己的一个期待，每一年都成长一点，每一年都开心一些。那重点来了，记得是小年夜要锁定我们的总台2022网络春晚。